觉刚睡醒的小明，热得满身大汗，想要吃冰消暑。外面太阳很大，不想出门，可是又好想吃冰，该怎么办呢？啊，小明突然想起，冰箱里还有昨天吃便当特别留下来的养乐多，那时候放在冷冻库冰，后来却忘记吃了。小明用汤匙挖了一块养乐多冰，仔细品尝，心里想，这入口即化的碎冰，再搭配酸酸甜甜的味道，真是人间美味啊！啊，这个真是太棒了，不像上次的那么甜。哎，品牌好像不一样哎。小明好奇地边吃边看瓶身的营养标示，想知道加了多少糖，可是看不出来有多少。他想起早上在新开的饮料店买的少糖少冰红茶，喝起来比之前常买的那家店还要甜。虽然都是少糖，但喝起来的甜度却不一样。在生活中，我们常看到各种不同状态的物质，有固态、液态、气态。为什么物质的状态会改变呢？当物质状态改变时，物质的性质也会改变吗？明明都是少糖的红茶，或是相同种类的饮料，喝起来的甜度却不一样。我们该如何更清楚地形容饮料的甜度呢？如果换成不同种类的饮料混合在一起，要怎么形容混合的情况呢？我们常常会接触很多的物质，有些物质的状态不一样，有不同的性质。有些物质混合后会发生变化，变成另一种样子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，让我们一起用科学的角度来探索生活中各种物质的秘密吧。